大家好，朋友们啊，下午14:38了啊，这儿有一个姐们啊，她形容北京啊，北京的一些有特色的地方的特点特性啊，她总结的我觉得还比较到位，最起码比较有意思啊，大家听听啊，当个乐啊。天安门一个只能仰望不能靠近的地方，王府井就是一个杂牌横行、名牌遍地的金钱的屠宰场，西单就是一个外貌伪单非主流的横行地，金融街的就是一个到处是金库和银行的资本胡同，是不是？前门一个北京人他不去外地人遍地跑的地方，新街口的小店各种安逸，却每年都在赔钱。金宝街是一个奔着宝马不好意思停车的地方，那秀水街是一个宰老外的国人的大市场，鬼街就是一个外卖麻辣烫小龙虾大闸蟹的24小时的大食堂。什么国贸 CBD 这一个每天看高楼大厦的绝佳的地盘，三里屯就是一个白鬼黑猩猩的穷人俱乐部。白鬼黑猩猩的穷人俱乐部，三里屯。什么工体路啊，就是一个10点以后灯火辉煌的噪音聚集地，中关村到处是黑客白客 IT 的那个 IT 人是待的地儿，蓝色港湾啊，发展不起来的世外桃源，7-8工厂啊，到处都是裸体艺术后现代主义的哈利帮。西直门桥是北京人不会走，外地人不敢上，坑爹坑妈的坑车桥，奥运村就无人去的全民健身俱乐部，五道口就是国际夜行学院，望京是被高丽棒子侵占的那个逼区，通州就是走出本规的超大的那个睡城，天通苑亚洲最大的垃圾社区，北京就是一个到处是虚情假意让你无法不孤单的帝都，三里屯的疯的，工体的浪，国贸的装逼的不成样，东三环的富，我的中关村的卤的，一抓的员工最命苦，东直门的饭，天通苑的床，上帝的加班的最他妈的长的，金宝街的羊的木圈的乱的，望京的棒的满街窜，西三旗的灰，回龙观的土啊，北边的空气的大黑雾，南三环的桥，德胜门的堵，挤地铁的孩子们得练武，这就是大北京。你得把它下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儿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女儿婵娟呐。此时住在那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那个伙计儿有一个宋老三。头一儿那肩上肩，六一儿就这么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名啊，恭喜听我来言呐、此事哎，住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那个伙计儿、有一个宋老三，咱都挪到原来。暖阳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你眼角在流淌。你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风和模样，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儿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女儿婵娟呐、小妞儿哎，年长那16啊，娶了个乳名儿，荷花丸子就打脸。桃叶那肩上肩，六叶就这么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名啊，恭喜听我来言呐、此事哎，住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
蓝靛厂那个火器呀，有一个孙老三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儿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个女儿婵娟啊。此事，东人们的饭，天中院的床，上帝的加班的最他妈的长的，金宝街的羊的木圈的乱的，望京的棒的满街窜，西三旗的灰，回龙观的土啊，北平的红旗的大雨飞舞。南三环的桥，德胜门的堵，挤地铁的孩子们得练武，这就是大北京。他说木仙儿，木仙儿就是木须园儿，北京人说话吞音，木仙儿就是木须园儿啊。得仔细听，北京人说话有时候懒，有些音儿他就不发了。北京就是一个到处是虚情假意，让你无法不孤单的帝都，三里屯的风的工体的浪，国贸的装逼的不成样，东三环的富，我的中关村的卤的，亦庄的员工最命苦。西直门桥是北京人不会走，外地人不敢上，坑爹坑妈的坑车桥，奥运村就无人去的全民健身俱乐部。五道口就是国际夜行学院，望京是被高丽棒子侵占的那个逼区，通州就是走出本规的超大的那个睡城，天通苑亚洲最大的垃圾社区。什么工体路啊，就是一个十点以后灯火辉煌的噪音聚集地，中关村到处是黑客白客 IT 的那个 IT 人士待的地儿。蓝色港湾啊，发展不起来的世外桃源，七的八工厂啊，到处都是裸体艺术、后现代主义的哈利帮。什么国贸 CBD 这一个每天看高楼大厦的绝佳的地盘，三里屯就是一个白鬼黑猩猩的穷人俱乐部。前门一个北京人他不去，外地人遍地跑的地方，新街口的小店各种安逸，却每年都在赔钱。金宝街是一个奔驰宝马不好意思停车的地方，那秀水街是一个宰老外的国人的大市场，鬼街就是一个外卖麻辣烫小龙虾大闸蟹的24小时的大食堂。天安门一个只能仰望不能靠近的地方，王府井就是一个杂牌横行、名牌遍地的金钱的屠宰场，西单就是一个外贸尾单非主流的横行地，金融街的就是一个到处是金库和银行的资本胡同，是不是？